Hello， 我是 SF 铁挺闷兔的胡小慧。感觉啊，真是有点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天就是起非常非常早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一个沙滩上撒沙子，对，因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那天阳光非常非常的大，然后那个阳光折射到海面，海面折射到我的眼睛。他说，你要直面着太阳，然后撒沙子，但是眼睛不可以眨眼。最后还是顺利完成啦。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有趣、漂亮、看了心情会好的 MV 啦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哦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2024年 SNH48 Group。